金枝报喜迎新春，二十号早起伫彰化县立图书馆广场甲大厅举办金枝报喜新春写大字送春联的活动。彰化县长王惠美甲文化局长张卓芬、国书法协会理事长贵宾做会写大字，王馆长写一字时，甲蒋大师做会送吉祥圣时，财务顺风。祝福乡亲新年快乐！伫个岁月同庆，迎接特别高的新的年。猪年即将来临哦，那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大扫除，那当然也要贴贴门帘哦，有喜气。那今天呢，我们文化局举办的这个活动，都是请了非常多的大师或者有特色的这些啊。相对的老师啦，或者我们彰化的县民一起来这边共襄盛举哦。今天好像出动了不少的大师，这里的东西都是最棒的哈。那很有智慧的我们的这个乡亲，很早就来这边排队了哈。在这边恭祝我们所有的乡亲哦，猪年行大运，诸事吉祥，大家新年恭喜快乐，平安顺利，大赚钱。王惠美馆长强调，文化是一门好生意，继续推动彰化味文创精品认证。共同邀请县内业者做伙加入精品认证的行列，希望用彰化味文创品牌提升本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潜能，加产业价值链，让外界会当看到彰化传统加现代的水。广播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